得来全不费工夫，还是得好好感谢我那个傻弟弟。谭总，孙教授，啊，唐总啊，听说你来了，我就过来看看，怎么样，顺利吗？啊，很顺利，也辛苦宋教授了。嗯，那就好。 估计官一会儿有事吗？啊，来都来了，我带你参观一下 VY 总部，也让我这个当老板的有机会给咱们的锦华吹吹牛。啊，你们去吧。请。我们 VY 呢是一家以创新为主导、先进制造为基础的万向型和技术型集团化发展的科技企业，公司呢有多个研发基地。 请喝茶。谢谢。硬拉着你听我汇报公司业务，应该挺无聊的吧？没有，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 VY 作为一个科技企业，愿意投入这么多精力财力在医学领域，作为一个民营企业，愿意在民生领域投入这么多，确实精神可嘉。瞧你说的，我这儿本来打算跟你自吹自擂一下，倒是不好意思了。 这个是超脑锦标赛的奖杯吗？你知道这个？偶尔玩一玩。能一眼从柜子里面认出超脑锦标赛奖杯的，绝对不是偶尔玩玩。这样吧，我可以介绍你进我们的俱乐部，好多记忆力超强的高手都在。哎，不用了，太麻烦了。当然不会。 我们这个俱乐部进来容易，留下难，比不过友谊赛就建立不了友谊。我介绍你进来很轻松，能不能留下，要看你自己的本事。听着倒挺有挑战性的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拒绝挑战的。这样，我们订个餐厅，晚上跟宋教授一起吃饭。哎，不用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有约会啊？ 有一个同事刚出院，我们要给他庆祝一下。原来不是男朋友啊！也就是说，谷警官现在还是单身是吧？什么意思？啊，可能是我问的太直白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作为一个仰慕者，总要先问清楚情况，对吧？ 抱歉，我可能是一个人待久了，话都不太会说。简而言之，顾警官，我很欣赏你。从脑部的扫描来看，这绝对与汤岳松教授没有关系。你能确定吗？ 这种治疗方法对精确性和稳定性的要求非常高。这么说吧，即便是再有经验的外科专家，也无法徒手完成，而必须借助很精密的仪器。不过从目前的图像来看，这倒让我想起了我们 VY 几年前在海外总部所研发的 GES-7号。 难道古静是那个临床试验的志愿者？不，他获得的比志愿者多得多。仁义拼了命想保护他，原来就是这个。据我所知，海外的实验室处理一件事，仁义当时就在那里。
你看着点，我出去看一下。好。所以古静现在没有表现出任何超意的症状，看起来一切正常，是吧？这也不一定，毕竟我们只不过见过两面。刚才我进门的时候，你及时的关掉了投影，这点非常好。信任来的没有那么快，何况他还是个警察。放心吧，我会谨慎的。古静对于那场治疗的记忆确定彻底没有了吗？应该只是一些很模糊的片段，他看起来倒不像是在说谎。后面不要逼太紧，等他主动来找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要再问他问题，而是要认真听他问我们的问题。照这么说，你认为他还是与唐教授有关系？他跟唐月松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，但现在倒是意外地挂上了另外一件事情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，还是得好好感谢我那个傻弟弟。